本地今天新增155起冠病确诊例，当中52起同早前病例暂无关联。根据卫生部晚间文告，本地今天出现两个新的感染群，包括淡滨尼巴士转换站，共有11起病例。另一个感染群是心理卫生学院，共6起病例。卫生部说，本地今天出现147起本土传播例，另外有8起输入型病例，加上新增的155起新病例，目前累计病例67459起。